哎，你好，张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部书运动了一个半小时了，还是没有欲望？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，有时候强硬困难，强硬时间短，满足度无能。我怀疑国足功能性射门障碍，医生你能不能救下国足？国足现在用良药效果不理想，你试一下能不能用偏方救下国足？哦，我能救他，带来咱们医院。大家好，我是坑坑，这期我们来浅谈国足。我对国足的症状进行百度，果然百度还是那么桀骜不驯。你这是要把国足做成红书题？我对国足只有一个建议，别把球往球门里踢，我们就有出现的期望。国足到了这方天地，见一枪毙，敬猪笼，歌以咏志，太血腥了，也不人道主义，贯彻着 IP4 原则。我建议集资让国足移民火星，我出火星。国足太容易了，容易丢掉他的拼搏感、进取心。我有时怀疑国足的吉祥物是杨幂。国足，你要是再敢杨幂下去，我就孙笑川了。但国足，我信你，我撑你。长期的低谷不代表一直低谷，国足加油，我会一直等着一声国足牛逼。国足，你我一条心，撑你，不买平了。我觉得你的水平不会那么低，我买你赢。下注多少？我经常说一句话，当年陈刀仔他能用20块赢到3700万，我卢孟伟用20万赢到500万，不是问题。来战斗，不要让战斗停下来。预知后事如何，看心。